嗨，好久不见，你们两个怎么那么熟啊？你们不是一个他儿子啊？幻想自己有儿子的时候，走，老爸带你去看哦。有聊，然后他，感觉他还蛮腼腆，又像我，就他很可爱。然后我发现他那个耳朵跟我一样，都是宽宽的，就觉得他长大应该很帅。因为我朋友看过的人都跟我说，就是小虎也很可爱，就是看完之后，都他们都觉得他把我干掉了之类的。我也很帅，看怎么？我发现我更可爱。你今年几岁？七岁。喜不喜欢演戏？喜欢。来到儿子来。我记得。帮我擦。我小时候真懂事，就很想参加很多红衣的东西，因为毕竟我也算是就红衣主使，对不对，学长？对。哇，学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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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爷学长。因为红衣应该带来很多戏剧邀约。对啊，就是因为红衣，就因为虎爷让大家看到我，所以就觉得也是虎爷的保佑，也是很感谢红衣。真的。会不会有人在路上会叫你虎爷，反而不会叫你本名？对，大家不知道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叫什么，会叫你虎爷，就知道我是虎爷。会困扰吗？就是还可以啊，因为对啊，就以后努力让大家知道我的名字，就还是叫虎爷。你名字叫虎爷吗？对，我姓虎，叫虎爷。拍戏的时候，因为我自己会学那个老虎的声音，然后就是，所以我遇到害怕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我也会偷偷就跟自己讲说自己是虎爷，不要怕，然后就很像在演戏的当下这样，就会感觉会鼓起勇气，我就觉得很可爱，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，然后我很想要有弟弟妹妹那种照顾，所以像小孩子的话觉得，你会不会想要搞个女生？会啊，可是对，以后啊，当然会觉得小孩子很可爱，中了，邓俊啊，中了。